China is working to upgrade and modernize its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unveiled an action plan to further embrace technology.施工啊，是这个隧道施工当中最安全、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风险最高的一个环节。全部做完，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一定，好吧。那现在通知把人员撤出来。好，然后就该连的，抓紧联系了，好吧？那抓紧清场，好吧？好好好。都装好了是吧？好好好。有没有检查好？ 全部撤出来啊！四、三、二、一，起爆！Jung Zhengxuan helped lead the first African proj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Kenya. Now he's a senior engine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zhou-Lianzhou Expressway, linking Guangzhou to the border town of Lianzhou, 231 kilometers away. 我们是19年开始进行前期的一个初步设计，然后在初步设计的时候，设计的理念就是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的破坏。它现在广州往北往湖南的这个通道啊，它这个只有广乐。 是吧？目前来讲的话，是每年春节的时候就车流量很多，很拥堵。为了缓解这个交通压力，我们就建了这个往湖南、往北的一个出省的一个通道，对，尤其是广东啊跟湖南啊两省的经济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带动作用。那你交给他们去啊，这是他们去。啊，确保后面的稳步推进，为这个年底通知。 这个要实现这个大的目标，反正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好。我们这个项目嘛，是地处这个广州白云机场附近，这个对周围的环境要求比较高。隧道的洞渣就把它加工成碎石，在生产上混凝土。 而现在混凝土这个隧道的洞渣已经开始往外运了。那现在这里的话，它就通过这个一个除尘的，集中一个集中器，除尘集中器，码了以后就把它出来，然后再把它清走。所以上面的一个棚。 包括又装了一个除尘器，就防止这个灰尘呢跟这个大气污染呢。那现在呢，我们每一个季度都有这个环保公司到当地啊，到我们现场实际来测我们的这个扬尘达不达标，大气质数 PM 指数达不达标。那目前来讲，从我们施工到现在，都符合要求，满足要求。 像早期的话，我们的扬尘拍这一块的话是没有相关的指标要求，那现在都有明确的指标要求。你像广州市，它对环保，它就提出个六个百分百，你必须满足这个六个百分百才允许你这个工地的一个正常施工。那这一块就是数据化、具体化、量化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像早期建的话，就是口头上的可能是没有这个明确的一些量化的东西。 现在量化东西都出来了。我是管理公司的副总工，主要是负责这个技术和质量管理，另外就是把这个科研、用户和我们的创优这一块是由我来主要负责往前推进的。
从项目一开始我们就做了全生命周期策划，因为项目从前期建设到施工过程建设到最后的运营，最终它是落实在运营上面，是运营为核心。下雨的时候雨量大，我们是调研了所有的高速公路，我们花了一些很大的成本吧，把这个做了这个开发，当中研制定制了这个一体化平台。现在通过这种智能系统之后，它就自动识别，出现了凡是跟我们这个正常工作状态上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自动识别出来。因为摄像头太多了，而且我们是可以精简这个降低监控人员这个监控的这个劳动强度。我们这个系统是联动的，我们跟公安就是交警那边，我们在这里进行了数据共享，只要这边出现了报警，他那边第一时间也能收到我们这边信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起事故嘛？哎，兄弟，这几天的过来一下。人员现在一般，现在能通知他们吗？因为现在这边我们在跟着，我们没有那个手机的联系方式。对，都是单方通知。一般都是车。那些车速过快，我们看视频是车速。目前我们管理高速公路就做了，高速公路这个智能车路协同系统，它不单单是我的路具备这个条件，还有这个车具备条件，还是社会上这个经济指标相匹配的。我们预计吧，是10年左右的样子，国家定的一个大方向。我们就是从原来叫信息化，然后现在叫数字化，以后叫做智能化。这个最终是走向智能化的。注意安全了，在上面的。未来这个大的趋势啊，尤其现在国家提出这个新基建建设的，尤其5G 网络也在大力的在发展，这一块啊，一个智慧化，一个数据化，一个可视化。对这个基建将来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There's been this massive investment in urban mass transit where, you know, you have over 35 cities with subway lines. That's in addition to very well-developed bus lines. I think what we'll see over the next decade or so is shifting those bus lines to electrified, which will be good for reducing urban pollution.China's had policy encouraging that for at least a decade now, so we're already seeing that start to happen.